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到新北市的新版希尔顿。我现在来带大家来做我们房间的 room tour。这是我的房间，1519。Hilton, Clean State。一进房间的右手边，可以看到两件浴袍。然后，这个什么东西呢？您猜猜看，打开了，答案揭晓。嗨，这边呢有熨斗，还有烫衣板。然后这边有一个保险箱。打开柜子里面呢，有两双拖鞋，还有附的鞋带，Hilton 的鞋带，鞋刷，还有这个是擦鞋布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个很大很大穿衣镜，紧接着我们来看它的卫浴设备，它这边呢，它很贴心的设了两个洗手台，所以说。你们家是两个入住的话，也不怕会吵架，大家抢着用洗手间，也不会有这种烦恼。有两个洗手台，非常非常的大方。然后呢，这是它的备品。而且，它还附一个吹风机。这是飞利浦的吹风机。它的浴室呢是干湿分离的，这边有个很大的浴缸，这边有个书架，您可以放手机或者是看书，一边看书一边泡澡，然后一边看手机。浴室备品。Toilet，还有一幅画，这个是免治马桶，
房间，很大的床，然后有一个小办公桌。这边有个发呆亭，阅读灯，这是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侧床的阅读灯。然后，他这边很贴心的，床的两侧各有一个电灯的总开关，还有 USB 跟插座，一个闹钟。口罩，这是他的 mini bar，有一个 espresso 机，矿泉水，还有咖啡茶。我觉得他们这个杯子，还有 saucer 咖啡盘，做得非常精致可爱。这边我要打开给你看。喂。冰箱，还抱杯，喝个饮料，还有热水壶。很大很大的电视，好的，我 room tour 先在这边告一段落，拜拜。